22日，崔雪莉因无内衣出门的照片再度陷入热搜。据悉，崔雪莉在自己个人社交网站上发布了一个日常出门短视频，视频中雪莉边走边戴帽子，笑得很开心。但因网友看出雪莉并没有穿内衣出门，而再度吸引了大批网友爆发性争论。另外，因4月雪莉直播时没有穿内衣而引起争论后，雪莉仍然选择堂堂正正地走自己想要走的路。对此，不少网友纷纷围观评论道，永远都是美丽和可爱的小姐姐，她真的好适合这样的蜜桃颜色呀，公众人物加爱豆，放飞自我第一人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